time， 欢迎大家嚟到今日嘅 music break， 一路喂龟一路等 music break， 叫埋只龟一齐睇啊嘛，只龟用 IG 拉佢入嚟。登勤系咪都喺度话晒呢度系佢嘅 studio？ 你哋就冇睇佢 IG story 啦。我哋男子组几个做咩仲唔正式出下自己歌？出紧啊！每个星期都努力紧啊！我哋咁啊，送俾大家啦。下一位前度林家谦啊，没法上下一位的生涯，仍然能把手，还是把手，仿佛怕无憾便老得很快。多谢。會繼續努力的。我應該吃哪一塊好呢？你幫我選這個呢，是麻豬肉，這個是泡菜，這個是泡菜炒飯，好像泡菜炒飯沒那麼辣。然後我發現我叫的全部都是辣的咯。我會吃最喜歡的那樣，還是放到最後才吃最喜歡的那樣？嗯，如果是跟其他人一起吃，我就很大機會會吃了最喜歡吃的那些，那就以免他們問可不可以跟我交換的時候，就不會交換了我最喜歡的那一塊。是的，今天髮質多大？是嗎？你又知道我回學有沒有化妝油？一定會化。我只試過一次，在學校有個女仔即問我識唔識講廣東話啦，跟住就問我係咪星夢傳奇，咁我係咪影張相咯？跟住自從嗰日之後咧，我就決定每一日都要化妝翻學啦。噔噔噔噔，舊記憶講乜出有多重，時刻隱隱作痛，尚無意中觸碰。Hello， 剛才跟幾位小學同學吃飯，跟著他們說今晚會捧我場，所以多謝他們入來這個 live 支持我新髮型，都算是的。其實我劈音呢都留了很久，但我又不小心多手自己剪了兩條出來，就今天放出來給大家看。大家對我剛才鋪的那條蛇好有興趣。其實我嗰陣時嚇親，因為咧我啱啱出去呢一個地鐵站啦，又翻屋企，跟住無端端有個女人咧勁驚咁樣，整啲好恐怖嘅聲啦，被嚇親嘅聲啦，咁樣衝埋嚟啦，跟住睇近啲，原來有條嘢嘅，點解原來係條蛇咯？跟住我即刻影咗俾大家睇，好多人都 comment 咗喺嗰條蛇嗰度，跟住咧阿 Venus 話嗰個 size 同埋嗰種品種咧。應該是某人的寵物走散走甩咗。好啦，我唱歌啦。Windy 嘅《沒有你的新學期》，即使相隔著距離，仍然將你記起。上年節日假期，誰人說愛沒寫限期？還守着，快如那約會再短，都夠同座咖啡店看筆記。一面回味後寫中的憶記。好难唱啊！我是 Albert， 你好啊！你好，我是 Venus， 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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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都喺度嗌怪欧吧，大家同你个名字都好 warm 啦，已经。你知唔知佢叫泽威廉嘅人？佢日文叻，但英文唔叻。佢唔知将 Albert 发到好似欧巴咁样，跟住啲人听完就以为我叫欧巴嚟咯，唔系。开头有啲抗，但系抗拒到咁上下都唔紧要啦，嚟啦，欧巴啦，系啊。好 sweet。我覺得其實呢個名字，即一講就突然間好有親切感咁樣啊！咁當然我都相信我生得你出嘅，應該係對一啲可能比較即年輕啊，或者啱啱新識認識你嘅觀眾啊，就會覺得你係一個主持身份，定唔會第一樣嘢就諗起啊，原來歐永權係一個歌手嚟嘅。佢好簡單介紹，我係人出我人生中第一首嘅廣東單曲。呢MV 有首歌叫《把狗當歌》，食把酒當歌嗰個四字成語啊。今年年初，我同阿伍仲衡同埋阿蕭正楠，即係你兩位嘅前輩，
就開咗個演唱會，叫係啦，叫 hea。咁所以其實呢首歌我真正第一次咧就喺演唱會度唱。咁唱完之後，我覺得冇理由唔做啦。咁但係問題我又冇簽，我又冇簽公司嘛。咁錢從哪裏來咧？咪從自己荷包嚟咯。咁所以就自資出首歌，即係講一個司儀一個主持點樣將佢自己嗰啲廣告啊台詞變成。歌仲要系即系佢全部系好仔细嗰啲词入面系好超级 detail 噶咯。哦，咁呢个就靠我好朋友咯。我好朋友叫徐野中，咁所以今次我同阿吴仲恒写一个曲之后咧，我就直接怼俾佢。咁佢大概两稿到啦，已经系完成咗。你今晚会唔会俾我哋听到你 live 嘅美妙歌声啊？我哋唱一段我自己嗰首歌啦，好嘛？好啊。当我用旋律掌舵。拿文字做歌给你，一遇到玻璃我从十罪错，当偶然或会出错，用吉他将一切苦恼中和，言断又如何？说句轻歌，我即刻唱过，冷冷雨。焦点因找不到你，冷冷雨滴仿佛要打你经过。我说冷雨求求停吧，别追忆泡影一个，忘掉雨里会有爱侣走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过得好吗？好啦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呢？这个是 Toy Story 里面被人挂了的那些摊位墙上的那只兔仔和那只鸡仔咯，很搞笑的。其实我也挺喜欢这两只东西。好， Hockey74 说那天商场 Busking 唱得好，是不是啊？有去看我是不是啊？那就好了，我自己也很开心，我都在商场上唱歌，又有 Live Band 又跟你们一起合作。想自己第一首新歌是什么曲风？我会想是可能是开心一点的，轻快的 R&B 或者清新的，我是想这些感觉，想大家听到是会想跟我一起这样，很啱 Busking 和大家近距离接触唱的歌。好，今天想唱听电台的人，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，但我觉得很好听啊。譬如他有个歌词就是说，听听声音仍然能陶醉的每宵，熟悉的声线送赠我慰解，每夜也不少带走寂寥。就好像是说电台其实是那时是一个陪伴人的一个媒介咯，去陪伴人去度过一些寂寞啊，度过深宵啊，透过不同的节目，其实是大家当时的好朋友咯，我自己觉得。 OK， 听听声音醉的每宵，电话都关了，我未觉得无聊。在那些碎纷起的破晓，欢呼声打起是我需要，但这简单快乐也许在这天都丧失了。啲生意，搞搞生意之，同埋咧可以同大家倾偈，咁就好好啦。大家记得 follow 翻欧巴，亦都 follow 翻我哋 Music Break Official 嘅 IG 啦。follow 翻我个 IG 就一定噶啦，唔使再讲噶啦。好嘢，好嘢。好，多谢晒，多谢你，多谢大家今日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好啦，拜拜。多謝你今日陪我聽歌，想隨時重温嘅話，就記得 follow TVB 綜藝嘅 YouTube、Facebook， 仲有 TVB Variety 同埋 Music Break Official 嘅 IG 啊！